你出生在地图右上方，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 全军，现在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这我熬夜波比昨天都不高，技能都打不到人，他玩什么？我准备上了，先补刀。换的。 无处可逃呀！换掉拿一血赚。上路他妈机会有点大。 人头要跑掉了，我操！他没双招的中路，没放眼，没放眼，有他，有他，有他，一过来，然后一个 Q 减速就行了。 好角度，发财。 这样跟我翻熊，那大的啊！嘿嘿。 他 EQ 都交了，伤害都这么高，看不懂。啊，负责有，没状态了。 被他打了一下，哦，那确实是被打了一下，感觉不对，不大招好了。
可以，我直接放中了。星辰先去中。 好爽，450，知道了，打到药了，600，咋地了？防御塔渡层即将脱落，我操！ 哎，我就待在这里回家，能拿我怎么办？经典卡西，他往下面走过来的，我们就原地不动就可以了。往下面走的话，他有闪现，说不定我还会死。他有恐惧的，我们直接原地不动。 走上路也会被他发现，就是原地不动回城最安全。再杀他一次，3连杀。 直接一杠五。 南北了，他应该要打阿玛，看能不能再抢，不抢也行，没必要抢，大招好了，再杀一波，感谢。 嘿嘿，出来几只十几只，下路还没人呢，空房了，拆塔，有爆车。哎呦，不错。操，不想交闪。 算，想有想杀他的心，但是我这血量 QWA 就有点怕，所以我大招又要好。能量，哎，可以。哇，这个打得好痛。 哎呦，没能量了，打的有点。
多三文说道。 杀文去了，给他打自闭，文没闪。这个文，小朋友说的。 宝贝是吧？阿爷，打个蓝先。 舒服，究极火影节登场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冲啊！ 大阿七，不好杀。我打上单了呀，我也想玩。你打中单呗，星辰。